冲个藕粉，一罐是500克啊，这个是粉末状啊，这一步不能少，一定要加凉水稀释啊。 加入滚烫的开水，哇，烫死了！水温一定要烫啊！这样子，冲好了，就这样子，特别黏糊啊！你们喜欢稠一点的话啊，就冲这样子啊，特别黏糊。如果喜欢轻一点的，就少放点粉啊。